ATEXUV 直喷机好吗？三个优缺点带您了解。在台湾及全世界的展会都经常出现 APEX 直喷机，为什么 APEX 直喷机能在许多品牌中脱颖而出，成为销量领先呢？就让易生透过这三大项说明给你知道。优缺点一， APEXUV 直喷机最大优点就在于体积小，较不占空间且方便搬迁，但也因设计为桌上型机器大小，印刷范围相对也较小，若想满足较大面积的印刷，则需要大型工业机。优缺点二， APEX 提供多种延展性的油墨及透明油墨，应用范围广，可印制在石材、皮革、木材、金属、玻璃、水晶、亚克力、PVC、ABS、PC、铜板纸。不过客户的需求广泛， APEXUV 直喷机无法一款全通用在所有材质。优缺点三， APEX 在台湾有专业维护团队，提供完善的售后保护服务，靠着十年以上的全球销售经验，即便尚未成为国际大厂，也能提供创业与生产的完整解决方案。易生现场备有展示设备，提供从设计、制作、后加工到送货上门量身定制一站式服务，给予最稳定放心的服务与使用经验。若想找寻 UV 直喷机，推荐您参考易生 APEX 设备。易生成立超过20年，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，包含 UV 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，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，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，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欢迎找寻 MIT 品牌易生免费服务专线 0800-520-005。